会回到大自然，你会在冰天雪地非常壮美的世界里，驰骋能改变你的生活，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。单板对于我来说就是自己，充实还有美景。我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各种体育运动，但是最后落在这项运动上，就是因为这项运动太可爱，太值得大家了解，去学习，去感受它了。哎，为了这一个雪季能够玩得既开心又安全，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句话叫自律给你自由，滑雪呀是一个季节性的，一小时记的，这样才能享受稀有的这个雪景。